小姐，要坐车无？嘿，高爷歹决定了，要静静讲一声。哎，你是走去对啊？ 哦，拜托嘞，三更半暝安尼行路无车，你是要甲我惊死哦？啊，你是要倒去啊？我要去大湖公园。哦，大湖公园哦，哦，随到哦。小姐，啊，看你心情歹歹啊。 你放一个音乐轻松些嘛，我买蛮好啦，一人安静些嘛，正好。这顶去哪叫？哎，我无开啊。看那是冷冻库。小姐，袂冷啦哦。 我这车就是冬暖夏凉啊！哎，小姐，你三更半夜到了乌飕飕的所在吼。 阮客人哦，讲一句话啊，好险是在万年船啊！哎，这人在偏僻所在，敢好？你把头转过来给我看一下。你话计程车几多啦？搁看面呐？我不是人。不是人？不是人是啥？啊啊啊啊啊！小姐！ 我跟土地爱家爱群哦，无做什么歹代志，你们哪找我走啊？啊，那么我都无，那么我都无，那么我都无，那么我都。后摆莫坐我的车就好啊！你这台车我要包你来搭运车，你一定爱提起。啊！你要包我的车哦？唔通啦！我是一只衰的人，我的车我乎你只鬼拢包起啊！你一目呆啦！提起，无我的生气。敢是只爱提？提起。 唔免握手啦，你直接落车就好啊啦。这是一千块，找钱。啊，还佫找钱哦？我唔是爱倒了。你希望我找你啦，这是代票哦。
在走啊，我回去一定要吃猪脚面线。没好嘞，要靠你说了。哦，我挡不住这种刺激。赶快出来，你哥又受惊了，你赶快去救救他吧，顺便问他看看今天碰到什么鬼了。哥，给你洒大杯水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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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观世音菩萨。你这次碰到的是水鬼、车祸鬼、吊死鬼还是怨鬼啊？钟哥，你太过分了，你看我哥都被吓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在笑他。阿兄，你完蛋不？我在这路鬼啊，看回大湖公园啊。哦，我到位啊，我叫我阿头给伊看。哦，那是俺相亲的。哦，好好，我才想回出来。哥，最近我们天天都在碰，又不是没有看过，你干嘛吓成这个样子啊？这个无同款啦，我唔是去撞到的，是伊专工来找我的呢。哦，煞球够重的啦。那个女鬼长什么样子啊？规身躯穿白衫。想想佫生了袂歹哦。说实话，我无要使啊。松哥，都怪你了啦，明知道我哥最近运不好，容易碰到鬼，你还让他开夜车，
你自己不是开得好好的吗？哦，你哥碰到鬼怪我。啊，你说那个女鬼一上车就说要去大湖公园啊？嗯，早上我哥到哪还不是一样？走啦，我们进去拜拜。跟他没有约会。你在干嘛？车子是用来开的，又不是用来看的。看不顺眼，赶快把它洗干净啊！你们开计程车的，车子是越干净越舒服，乘客也就越喜欢坐。不要又是抽烟吃槟榔，在里面乱搞一些事情。嚯，你起床第一件事情可不可以拿来洗脸刷牙？老婆的嘴巴是拿来香一个的，不是拿来念老公的吗？我不念你，谁念你啊？是。你没出息，你得努力打拼出人头地。我已经替你念完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上班快迟到，赶快送我。好臭啊！你自己闻闻看，里面怎么会有一股死老鼠的味道？好恶心啊！我不做了。有个叫孔振达的男的，一直打电话到社里来，说他开计程车的时候常常碰到女鬼，你们两个去采访一下。哎呦，女鬼啊，怎么去纠缠有钱公子？纠缠计程车司机干嘛？对啊，有些计程车司机啊，开车开久了，在车上啊很无聊，就会幻想了，会有幻觉。反正我们这期稿子也缺货，你们两个就把化妆的时间拿去采访，事情不就搞定了吗？对不对，师傅？不妙，风破卦就会拿出来采用，会风风雨，甚至有血光之灾。尤其是我，会去予阴的，甲我捉甲我拍，啊阴的唔着查某，啊若无就是女鬼甲我堆。不妙，尽量卖出去较好。对啊，外面正在下雨，泡个茶聊聊天不是很好吗？好，叫你们采访工作，两个先要化妆，一个还要卜卦。没关系，我数到三。你们要不出门的话，各扣你们5000块钱。我要开始数了，一、你慢点数，慢数，马上就走啊！是的，我的化妆品比较多。
来搞啊搞啊搞啊搞！来，阮兜即间啦，啊，迄间吼是我含阮小妹住啦，啊，隔壁即间吼是我含我同齐赛车阿总住的嘛，破扫厝啊啦，卖气嫌，来坐啊坐。都，互恁请呢，歹势啦！啊，等人个生意都着坐着看呢。文文啊，那要紧啦，鬼也会食，人嘛会食呀。对嘛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安娜，安娜，我看哦，人家看袂着迄款物件呢，我看伊个东西有问题哦，你个钱哦，唔通互伊骗去啊。我也无要使啊啦，是要互因使的啦。哦，就这台车啦，我要以后哦，就含隔壁阿忠同齐使嘛。哦，伊就使日时啊，我使暗时啊。哎，啊，你有去当着迄个物件啊无？什么事啊？哦，女鬼哦，没有啦。女鬼只会找目镜这种未婚的帅哥，不会找我啦。来来，我问你，你有伫咱车顶？做歹代志无？怎么可能？你又不是不了解我的个性。嗯，我就是了解你的个性，才知影你会安尼。我警告你哦，你若车顶黑白来吼，早一发有诶无诶歹命入来吼，你会衰死哦。诶，马杰。哎，你才听几年啊啦？哦，三年啊啦。哎。大家要创啥？他把车子卖掉，你叫他赶快卖一卖了啦。人家是开车出去赚钱，你是开车出去玩的。没有啦，把眼在发神经啦。你不用骗我了，我都听到了。哎，是不是车里面闹鬼啊？闹什么鬼啊？我怎么都没事。大家有多单纯，我们都知道。我懒得讲啊，你车上那股死人味哦，一定有问题。同情师父哦，他要一个人去面对那个女鬼。那哪是一个人啊？我们是他的后备军，精神支柱。那管什么用啊？万一要是女鬼发起飙来，他一个人在车子里面叫天天不应，谁救得了他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等呢？师父说，鬼是很单纯、很执着的。他生前在什么地方上车，等他变成鬼以后，也会在同样的地方上车。就像是人淹死在什么地方，就会在那个地方找替死鬼，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地盘。嗯，来，聪明。嗯嗯，你看，是不是那个女鬼？
不清楚啊，他鬼鬼祟祟的。有可能哦。温江，你要塞车不？阿爷，那一个土仔，伊敢毋是咧甲我作法，特别欺我的魂咯？